欢迎欢迎欢迎！哎，你好你好，谢谢歌舞，真的棒！马姨你好，终于看到你了。对啊，为了上这个节目，我下午2点钟就去剪头发、染头发、烫头发，做到现在才赶来，这还没有人看过我的新头发。试试看得出来，有点娇娇的感觉。什么娇娇？公认的美女。不敢当，不敢当！哎呀，我觉得我在跟大牛一起做节目，我真的。 完全发挥了我的母爱啊！这孩子乖，就是你啊，跟大牛合作节目，真的是像一个妈妈在喂小孩吃饭。哦，哎，为什么这样讲呢？有的时候要不要引诱他喂牛脾气这些？对对对，还有啊，你不知道，每次就喂小孩吃饭是不是吃了一口他就跑了？对对对，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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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哎呦，真的都跑，哎来吃一个吧，好了，他又跑了，哎回来回来回来，你不要阻止，你不要阻止，也是情绪不稳，就像吃饭，跑来跑去一样。你跟他对剧本的时候，哎对对对，一般他突然跑到哪里去拿了一个纸卷那个卷筒这样啊，到处看。哎呦，还玩心蛮重的哈。自己就玩起来了，过一下子，哎你不要这样子对剧本，快点看看看，继续来，对对
很希望自己很帅这样，不是每次都对镜子，然后这样。马姐，你有没有发现我这两天瘦一点？马姐，我瓜子脸，你有没有发现？哎呀，说到这个，这个，我们都是一些秀场的老同事，对 对, 对，所以打开话匣子，什么东西，什么对这种西凉故事，出来。对，说到这个秀场啊，大家对费玉清绝对是印象深刻。哎呦，别说我是公务员的，我们大家都差不多了哈。没有没有，我还算是你的晚辈，我是抓到这个北风尾，秀场的北风尾。还算是后阶段，后阶段的。哦，那我跟费玉清都是从这个秀场一有就开始唱，唱到他倒为止。哎呦，所以我们两个难脱干系，就被你们唱倒了，萎缩掉了。大家在那时候记得这个秀场中的排秀，我们经常排在一起，就是我们三个人有不同的特色。嗯，大牛歌也唱得好，而且还能够经得起耳光的挨。我现在脸那么肿，就是于大哥打。打的是好响啊！我不是真的还假的，在后台最后一排都听到啪，还不能碰到他喝酒的时候。哦，连就位席尊要来真的是哦，所以说作为秀你最怕碰到于大哥对不对？不是，我是不怕碰到他，我是碰到他喝酒的时候。你这作秀他没喝酒，他打可能是还会站烂，你怎样？没有喝酒，他整个啪，我脸都头都快断掉。听说大牛在秀场跟于大哥开玩笑，平常于大哥都是。你死在哪里啊？哪哪哪里啊？开个玩就算了。是是。那一天，大牛不甘心哦，不是大牛不甘心，于大哥不甘心。我只是从那个客厅的楼梯上，需要给他回一点点。哦，回一点。哦，你这个死人啊！你没命！你赶紧赶紧赶赶赶紧，你别那回啊！赶快昏椒毒啊！赶快一点用用用，别客厅这样追追到。外面马路了，还在追，现场观众都不知道一直笑，不是哪个人招的都会去，喜欢问的 Andy 啊，这样哦，哎，跑到最后我说，哎，大哥，我这边安暖好力好力出力的，啊，莫花回去。奇怪了。不过说到秀场后面我们的生活啊，大家这个您还算是，他是真的蛮标准的，看你都是些缝缝补补啊，看看哪亮片掉了，没什么不良嗜好。对对对，照理来说我们后台电动玩具很多了，大家忍不住赌配戏的配戏的，我就常常红不让人家从实招来，他也算不错啊。你也很少是什么，就是过年节啊丢猴子的，你都很少接近那些桌子。这个赌我比较没兴趣。是是。大牛，你作秀的时候有没有出过什么糗事啊？糗事，除了你上次把一个女生裙子拉掉了以外，什么？我把她裙子拉掉了？不是，那个是有一场歌舞剧啊，然后我出来唱唱歌，然后那个谁，蔡秋凤
哦，他还喊我。我的心啊，是空空的泡影。那也得唱一下。然后我要上船嘛，有特别坐了一个船。哦，我要上船，他就突然跑出来，大牛叫我。大牛。一叫，可能这个腹腔有用力。哦，丹田用力。改了黑了。裙子扣子。裙钩。裙钩。啪啪，登起啊！里面的内里掉下来，来嘞！哎，个紧个又起来，叫你带掉，啊！就惊来我边啊！继续要演，自然的就唱一首情歌嘛。哦，我就要牵他的手啊！啊，就是给你牵。我滚了，给啊！我滚了，给啊！音乐很大声，我听不到啊！我就硬要拉。我有个奇怪啊，平常每一天我们就是很自然的手就伸给我，怎么今天我硬拉都不给我了？哎呀，我滚了给你！他以为蔡秋凤那一场演绎哦。啊，好像是被他硬把他拉开，唰一下。蔡秋凤觉得一阵阴凉，一阵清凉。那个是我在秀场碰到的这个一些比较奇怪的事情。其实做秀的时候，所有在舞台上表演的人哦，都会因为观众的反应而影响他的表演的好还是坏。如果观众反应很热烈，大家就会唱得很开心，对不对？所以你最吃香，你的这种形象最棒，大家看了，哎呀，心旷神怡。连那些那个妇女的观众都觉得，哎呦，她身材真好。我们能像她这样该多好！其实马姐，因为每个人都只注意说啊，她好美哦，都不会去想要听我唱歌。我觉得我们不要探讨这些问题，我们还是来唱唱歌。对对对，当我们平常的秀场一样，老朋友又相逢，一人带来一首歌曲，带来一首歌。我们这个综艺节目就是给大家带来欢笑。对对对对对，带来一点有笑的含义的歌曲，好吧？笑，那笑，我一见你就笑。哦，那给我唱，啊，你唱好，你会唱，给我唱，我也来选一首，总是笑一笑。哎，我唱个三个笑的。三笑。笑笑笑，有没有这歌？有没有听过？哎呦，那么多笑笑笑笑！哎呀，这是一阵子笑成一团了。比你那个还要古老的。大家来比笑一下，谁先开始？我先来唱。妞妞的最轻松，最少笑的。嗯，那我们就来在洗耳恭听，一人贡献一首笑的歌。麻烦老师，请啦。好，来拜托呗。我一见你就笑，你那翩翩风采太美妙，跟你在一起永远没烦恼。我一见你就笑，你那谈吐举止使人迷扰，跟你在一起我永远的逍遥。笑一笑，两个笑啊！你的眼睛对我瞧，瞧得我心儿蹦蹦跳。就算你有情也有义，追求我也要有礼貌。我不是不明白，我故意装作不知道。眼睛对我笑，我故意装作不知道。我不是不明白，我故意装作不知道。你的眼睛对我笑，我故意装作不知道。笑笑配合那美好的情调，
下来介绍这个特别来宾啊，跟你很有关系了。这位是模特 ，model，model。阿德那妈小的怎样多几年，时间加恰心不？加恰。李芳文小姐，欢迎恰好。哎，好紧张，好赞。今天几落摆，当作我实在，实在不应该。我对你也不坏，对你也不该，原来总无奈。想看麦，想看麦，你想看麦，想看麦，我对你怎样关怀？要我感觉，要我忍耐，你会好愉快。小姐，你请你予我爱。我想把春天。身边我的心就充满了爱的光彩，分散我的寂寞和爱，好让我你潇洒的离开。有你在身边，我的心就充满了爱的光彩，分散我的寂寞和爱，好让我你潇洒的离开。是好，你好，嗯，你好，小哥，大牛 ，Hello， 真的是 model 就是 model，就是特别会穿着。上你们这个节目，当然要隆重打扮一下，这是我第一次来上，第一次，对呀，今天还是处女型呢，对呀，第一次啊，处女型，第二季、第三季的才请到，就是想到我不是歌星，我也是可以来这边跟你们聊聊天呐。但是你今天是以歌星的身份来吧？当然不是啊，不是啊，演员啊，也不是这样唱歌的。对，那今天你怎么会来到我们节目？我今天是来澄清一下，听说呢有一个女人，那个叫罗碧玲的那个女人，在你们节目这样子怎么样个羞辱我？我已经听了很多了，我今天就是来特地要来声明一下。哎呀，那个女人这样子批评我的歌声，是我很不高兴。我这次要来一定要唱给大家听，看我的声音怎么样，对不对？让观众评评。哎呀，这个好朋友怎么可以这样子？别人我不敢比，跟罗碧玲比，真是他什么东西嘛？跟他拼一下，比他好多了。我至少五音很全，他这个是五音不全。对呀，这是可以说是其实冲得来的。哎呦，为了表现我的歌呢。快歌呢，通常都是歌唱的不好的人才会唱快歌。我今天特别准备一首台语，不，国语歌曲，是慢歌，非常有味道的歌曲，让你们听听看，才听得出我的歌声。你说快歌都是唱的不好的？对呀，那随便唱唱完就算了。张惠妹她是唱的好不好？不要说到人那边去，我跟罗碧玲比，我比她过她，好不好？你今天唱慢歌，慢歌很有感情的一首老歌，高难度的哦。那我们这一听就知道，到底罗碧玲歌声好还是她好？好，这就可以分出来。是是，好好，您给我们秀一下。不了情，不了情啊！不了，忘不了，忘不了你的错，忘不了你的好，忘不了宇宙。也忘不了那风里的拥抱。哎，怎么样？不错，不错，是是是是，还真的很有味道，而且刚好是个嘴唇自然的颤抖啊，自然的那个 vibration， 口音又刚刚 vibration， vibration， 不是真的，这是我第一次唱这个慢歌，因为平常做秀都唱快歌嘛，是是，那制造气氛嘛，对不对？今天也没有其他很多的这个评审在场，只有我们旁边两位，对，要说说看的感觉，跟罗碧玲比，说实话，跟罗碧，我是不是比罗美美好？这个重任给。
给你来担当。哎呦，你们两个不要推辞，每个都要讲。你说，唱的好不好？我等下私下来跟你讲。哦，这样子。是是是，不错不错。不过有一点，我们倒挺纳闷的。老师听说他被一个这个唱片公司给签了，就是没看到这个下文，怎么搞？对呀对呀对。没有动作。这句话说来话长，最近我常碰朋友说，哎呀李芳文恭喜恭喜，你要出唱片了，我真的很尴尬。我没替你高兴啊，怎么会尴尬呢？可是我就告诉他，不好意思，我是全台湾的艺人，跟唱片公司签约但是不出唱片的艺人，就是你还签了一个永不出片约啊？那签戏剧约啦，戏剧约。回去跟老板讲一下，看今天尤其还秀了慢歌，不能站着茅坑不拉屎的，不好意思，不可以害人家。我们这个声音平常开开心心唱唱歌就算了，这样子不要让人家很难过。不过说这个戏剧你也真厉害，再也没人想到他会演戏，国台语还双线进行。台语不敢讲，偶尔一两句了。演那个戏剧里面的这个角色，真的是让人家咬牙切齿，这样子恨不得就要想把他揍死。每次出去作秀，老师会被人家骂这样子。哎呦，你怎么每次演坏人？你会不会演好人试试看？我就跟他们讲说，我也想啊，问题是没有人找我演好人呐。那我事实上我是很温柔的。啊我们没有承受到，我不知道感受，我怎么知道你温不温柔？你认识我那么多年，你不知道吗？啊，是是是是，常常演一些这个哈，我这个女人这个比较泼辣的哈。哎，对。那么真正自己最想演的是什么？是是是。啊，最想演的，今年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我希望能演一个楚楚可怜的那种柔弱女子的角色。哎呦。那干什么？表情？不是你这个长相，我也很难帮他写戏啊。为什么呢？你要写被抛弃的也不太可能，太靓丽。你要演太穷困人家的也不行，就算能在井边洗衣服，线条好的了，还有弹性，这哪像营养不良？了解了解，还是今天上我们节目，还是要请他好好的唱唱歌啊，虽然是不好听，但是还是要唱首歌。什么不好听？真的比罗，不是。我就知道意思了，我就知道意思了啊！其实这个怎么讲，唱的好坏是其次，有的时候抓到味道就好。是是，他们的肢体语言就是真正歌手都不见得可以。哦，对对，你们的 MTV 拍的也是。啊，我们有拍，我们有拍 MTV 了，就那个塞巴河枪、立板枪，那个啊，那支那个 MTV 就很是吗？你想想看嘛，我为什么不找罗碧玲会找你，对不对？乞丐想也知道。好，那我待会找到他。这小子是面对谁啊？就是啊，说什么人说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下回不要碰了谁，只要谈到你，恐怕也是很惨。就是啊。来来，好了，唱歌。这首歌要回味一下。塞巴河千里板千里。好来，李芳文的歌曲。双脚行一阵乌暗天，想起旧年最后彼阵西北风，将阮的爱情化落地。分手在风雨的当时，亲像眼睛，不由心头起微想起。西北风，请你慢车路，阮的旧情已经予你人家等孤独。西北风，请你慢车路。反正唱起来真的很回味，是啊，不错呀，对对对，上完这节目，希望唱片公司赶快要提醒他们一下，哎，妈熊团筹备开始了，对啊，我是听说你应该是二月要发一张唱片，你听谁说的？啊，这是个谣言，是谣言吗？真的吗？又是谣言，在祝贺你耶，真的，谢谢，是是是是，哎，是今天谢谢你来到节目，谢谢，带来一种这个综艺节目里另外的味道，是是，另外的色彩，是是，有空的常来啊，好，真的出片的时候再来我们，好，哎，谢谢。谢谢，谢谢。